今天在超市遇到了当年被我甩开的前女友，掐指一算，我们已经有六年没见过了。我还是单身，她还是那么可爱。我看到她的购物车里也有曾经因为我才喜欢上的零食，而我也不自觉地拿了她最爱吃的螺蛳粉。我曾经很讨厌这个味道，但是现在却戒不掉了。我下意识地躲开了，可能身体本能反应不想让他看到我，可是突然又看不到他，又有些失落。难道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还是放不下他？不行，我还是要找到他，我还是想知道他这几年过得好不好。我拼命的找，拼命的找，当我找到他时，他已经结账走了，可能就是不想让我见到他吧。算了，我还是别见他了。是找着那姑娘，你脚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我帮你把这东西都捡起来。那个，我这刚好有个袋子，要不你把这些东西都放进来，然后我刚好也不用。好的，好的。蛮冷的人啊，会自我折磨。之前在超市遇到了分手多年的前女友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目光始终停留在她身上。本以为我们的缘分在她走后就断了，没想到，那个好久不见。那我先帮你把东西这都装起来吧。你看，你先起来试试看能起来不？我。行了，起来。你这咋整的？这是刚回了个微信，然后就摔倒。你先起来试试吧，你这坐地上也不行啊，凉。你再看看，再试试呢。你光坐着也不是个事儿啊，是吧？再试试吧。来吧，来。哎，那个，你最近几年在哪儿来着？一直没见过你。哦，是那个，说起来也得有六七年没见了。对了，你怎么来的你？去共享单车来。要不今天先去我那儿。好